市长为提甲其长郭信良以及农委会副主委丁贵斌，共同并开着山野山区的牌啊，献出着各种山野的料理，解开着2019台南国际山野节。伊今年因为讲气候关系，山野产量比着旧年增加，但是计小算是甲旧年差不多。出席着山野节开幕市长恩伟提表示讲，台南的山野产量甲品质当是全台第一。透过着山野的外销，互国际各地当一个好食的台南山野，而产量计小稳定嘛是品尝的好时机。国际芒果节哈，其实已经是有好多年了，但最重要的是希望说，借着这个活动，一方面能够让所有优质的台湾的芒果能够让这个我们国人以及世界的好朋友知道，今年的芒果比去年还要多，恢复到往年的水准，但是价格跟去年一样好那个陈安光提醒这个销路有出力。伊对过去了嘛来讲，台南的土地种出这个酸鸭，其他所在无对比的，大家应该爱有信心。伊议会甲市府将合作一拢着基本进行推广，要让台南的酸鸭有更加好的出路。一个所在一个所在有伊的特色，伊的土肉栽田有点不同，唔是咱台湾人家己咧学咯，咱山地的酸鸭。你讲南华玉制、南西左右、南华甚至关键栽起来酸鸭，你台湾去行行食食。我是咱台南的山野，上好食，你看对不对？对不对？二十二号开幕仪式，日本的静冈县嘛，十位参访团到场见证台南山野的魅力。活动现场嘛，安排着国库青龙灯饰、优质农产品，而走马农场嘛，伫现场设立着山野冰，而且贩售区一碗满满的串冰，加山野果肉的山野冰，吸引真侪民众来购买做品尝。这里的冰的口味怎么样？这个冰的口味，口感很好那个很香很甜。尤其在炎炎的夏日。搭配冰的话，那真是非常的一大消暑的那个享受。全国这山节开幕了，即个起到七月十四号，将伫山下水后山区玉井、南华、大来、关田、左田、南势等六区轮流来举办着活动，透过无同款的模式推销着山下民众当前来做品尝。南面新闻台以下大来采访报道。